滑的还不错。嘿嘿，哎，对面蛮会守的，然后不能不出来移卡。哟，又被盖到了，真的还假的啊？哇操，高质量局哦！那在影片开始前呢，还没订阅记得按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才可以知道什么时候我上新片跟什么时候直播。急攻，舒服的。Meanwhile， 哎。傻小啦，直接好不容易抽到一局没了。差点习惯动作就发表去，又跑去了。他怎么跳了一？滑的还不错，整体来讲，三点收算蛮顺的。蛮强的耶，三点钟。这反应挺会守的。我靠，高质量局哦！扎这么回盖怎样？哎，靠压我的！嘿嘿，哎，对面蛮会守的，然后不能不出来移卡。怎么会抢走，有点麻烦。哎呦，傻小，你把质量拉了这么高吗？爽啊，赛道咯。
丢，又被盖到了。真的还假的啊？哇操，高质量局哦，什么东西，我操，那个古川其实手很好的，讲老实话，但是三井太会甩了，好猛哦。师傅已经被打哭了，哇，真牛啊！这师傅漏了一堆前途，居然还在三条线别人，真的是吐了。这又是谁的蛋？质量局，高质量局。这把确实没办法算在场数里面。花主播新的 LINE 贴图正式，花主播第二组贴图已经开始贩售了，大家还不赶紧去购买16种新的好用又好看的贴图，你真的不考虑一下吗？详情请搜寻 CECOMBIER。